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18号，周二。那上一周呢，我们已经连续搬了两趟，就从汉密尔顿搬东西运往奥克兰。来，现在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屋子里的状况，是不是感觉空了很多？墙角墙皮自然脱落，已经自行补救，之前有专业人士处理过，效果不理想。浴室下水道的头发已经进行清理，并且用威猛先生清理浴室。马桶已经清理，但是依旧有黑色痕迹，求助。浴室水池已清理，水龙头被擦得发亮。浴室排风口已经站在椅子上清理过，墙上的两处被纸划过的痕迹已经清除，墙上之前被碰了个小坑，为了修补，去便利店里买了修补工具，且去 deduct 买了油漆进行修补。颜色 ，manner 半裸新颜。之前电脑桌底下有拖鞋的痕迹，已经清理。之前屋子里有打蚊子的痕迹，已经清理。墙上的蜘蛛网也进行了清理，所有被二房东初步指出的问题都已尽力进行清洁。本以为会顺利退还房屋押金，但是依旧有不合要求的，无法达到合理的整洁程度。下面是二房东的截图，浴室整洁程度不行。这些边角我真的是很努力的清理了，无法回到两年前新房入住的情况。这些水垢也是同理，威猛先生不威猛了。关于马桶，可能是我之前往水箱里放清洁液了，所以日积月累就留下冲水的痕迹。这不是脏的，黄色的尿液。这个平时冲水的按钮，我是真的没注意，不知道哪里有问题。浴室排风口已经清洁，貌似符合要求。这个是真没注意，有可能是之前清理浴室瓷砖他自己生锈的，怪我不该清理浴室瓷砖吧。我们已经尽力做了我们能做的，在多次沟通后，终于在两个多月后退还了押金，二房东扣除100纽币用于清洁和刷墙，至此终于告一段落。